妈妈要去兔小姐的美容店里做按摩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猪爸爸的头部。用粉色涂猪妈妈的头部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。蓝色涂猪爸爸的衣服，用橙色涂猪妈妈的衣服。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浅黄色涂兔小姐的头部。用红色、橙色、绿色、玫红色和蓝色涂按摩油的瓶子。用绿色涂桌子。
用浅蓝色涂地板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